天哪！啊！这人洗的还是猪洗的？你们的任务是为所有的大儒和书生准备食物。来面。咱做的也不可能好吃，他最多也就吃一个。就在这庙里，我们这，你打劫你们！我青鸾，书童啊！书院一大忌，不能进女眷。你是书童，帮他下去洗澡。滚！还有你，为什么不洗？获得现代时间奖励的是海陆、宋小宝。This won't be played on your radio。哎呀！我都现在想想他们在干嘛啊？那个斋长啊又去了，拿着小鞭子。干什么呢？又给他们执行任务呢。干什么呢？哎，怎么我们休息也有人管吗？其他学院的大儒和书生马上要来我们书院来参观，你们的任务是为所有的大儒和书生准备食物。哎呦，哇，火着了吗？哎呦我，哇，哎呀，这大平锅是干啥？煎饼的呗。你知道今天我们要做什么？做啥呀？在宋代有名的料理是东坡肉，同时因为中秋节也即将临近，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东坡肉和月饼。东坡肉又名回赠肉，苏轼在徐州为官时带领百姓治理水患，百姓爱戴送肉上门，苏轼便将百姓送他的猪肉制作成红烧肉回赠给百姓，所以称为东坡肉。除了东坡肉，宋代人已有在中秋节吃月饼的习惯，在当时月饼被称为小饼或者月团。来面。好，行了。沈腾，哎，切肉来啊！来嘞。沈腾他不爱干活，特别的懒。哎呀，我都难受了。对对对，宝哥你别太像了。我不是累了。大柱子，你上。对。大柱子，你在这干啥呢？闲着呢。来，把肉切成小块。是这样吗？不，都拿手把着的。吃难。哎，我怎么会做月饼呢？真是奇怪。皮儿厚点吧，反正都多吃点，吃一个就顶住。咱做的也不可能好吃，咱最多也就吃一个。嘿，这小月饼，我看着都爱上。做过了吗？这个月饼？你说我以前啊？以前从来没做过。啊，真的吗？哎呀，我
你再把那盖儿弄上火，哥。啊？你再把那盖儿弄上火。有道理。这肉下去就全是耗出来油了。对呀、啊，往里加呀。酱油上色的，上上色就行。糖提点鲜。色对了，看没有？哇、啊，怎么开口了呢？熟了就得了。你那儿怎么着了？还炖着呢？没什么、哎、没闻出香味来呀、啊？哎呀呀呀！怎么着要爆炸呀、啊？东坡炸肉。我给你灭点火，不，这得拿大铲子。蒙上蒙蒙上上透的，它是透的，能看见吗？对对对对，完了，哎呀，啊，反正液化气多好啊，那么糊了就把气儿关了就完了呗。所以古代他得掌握这火候。哎呦，哎，我回来了，赶路来了，李安，饿了没有？尝尝月饼。我去哪儿吃？我们做的月饼，这是枣泥馅的月饼，东坡炭肉。我不吃，都糊了，不是糊的。你不吃这个糊的，你吃这个皮这块，特别香。我烤的，不用吃一块，尝一点。好吃，好吃啊！那在这个客人来之前呢，可以给大家一点时间的自由休息的时间。现在你们可以去集市上休息。哎，走吧。逛集去呀、啊！这还没有记着呢，出来！哎，来了！衣服得先穿好啊，你这个热死了，热死了，在那弄那个书。他们还没出来呢。对，很好，非常不错，有进步。宋小宝呢？宝哥泡温泉去了吗？跟我梳头。来来来来来来，那，是，过来。哎哎，宝哥，你上哪儿去？宝哥，你上哪儿去？栽赃栽赃，好嗨了的感觉。过来，过来。把衣服穿好。玩的什么心都没有。回来的路上能收拾吗？站好了，跟我说。因为要给外来书院的书生和大儒礼物，我们的礼物是《汉书》，但是我手上现在只有五本《汉书》，我们的《汉书》一共有12本，剩下7本都隐藏在书院和集市里边。现在，给你们每个队一个卷轴，拿好你们的卷轴。得好喝啊，好喝好喝，不好喝不要钱，这还打算要钱呢啊。这多少钱一壶、啊、人兄请。20文一壶。大柱子，一会儿你付钱啊，我这不太好解不开。我的钱也没有了。我也没带钱。
这哥们太坏了。怪这么大，你知道怎么打？白日依山尽是什么意思？白，你看，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第一个有河，可能是在河里。啊？哦。书可能藏在哪儿呢？还有这个，名列前茅。那前茅是不是跟阿毛师兄有点关系啊？那也找不到阿毛师兄，阿毛师兄早收工走了。那这还有一个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这可能会是在藏书阁吧。走吧，咱们快点，先去那个楼藏书阁。我去给你买西瓜去了。啊，我也帮哥哥。走，你等着啊，咱俩买西瓜去。咱俩那啥呀，灌大肚的。十块钱布呢？十块钱的布我付。出了一把一杯的啊。十块钱的布。十块钱的布。一杯。十块钱的布。来自己自斟自饮吧。十块钱的布。啊！十块钱的布。我想想，我刚才是出的石头，都不重要。石头剪子布，你看，这不就是藏书阁吗？那这个到底是哪一条呢？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更上一层楼。走。为了要减轻我们两个的负重，你快把衣服给我，然后你上去吧。你在这穿衣服？对。那我先去了。去吧。少林易筋经，咱是少林寺吗？大名利，咱们现在是宋朝。宝哥，狗！小黄，咬人！不咬人，不咬人，不咬人。哎哎，别闹，你给我滚犊子！拉你！拽着吗？对，你去看看。有吗？有没有？这好像都是幌子。大字顶上一点儿吗？对呀、啊，一点儿没有啊。他不过三个点到点。没有，就是，哎，狗，哎，他尿尿了。他是给咱们一个暗示，他给咱们一个暗示。黄啊，黄瓜，黄瓜，黄瓜，黄！来，吃哈密瓜不？哈密瓜吧，带劲。柱子掏钱请客啊！谢谢柱哥。啊，没有，谢谢。我看好顺。韩宇哥，刚才你们去买水果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跟沈哥玩石头剪子布，就老输。谁老输、啊？一把都没赢过，输一次喝一杯。带我来赢他。好。三局两胜啊！收了喝茶子吧，盘脑杯吧，脸型。哦。嗖嗖的。脆定磕磕磕，三局两胜。定脆定磕，脆定磕，谢谢一平。来，脆定磕，脆定磕，谢谢二平。哇，厉害！仁兄手下留情。
别吓唬韩影哥行吗？就这个时间是最折磨的，含上那一下其实都能。对呀、啊。你轻点。韩影哥，我道歉，加油加油！我来吧，我来啊！来，小伙。石头剪刀布，剪刀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！等会儿我先把瓜吃了。陈哥，你又赖皮！我怎么不能这个不能停？三句把比赛进行下去。不能停，不能停，一会儿你这人可以很强，气场都跑了，快！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给我拿回去，我有违例吃这个。你给我拿回去，没有这个，都不许耍赖啊！就放这儿行吗？对对对，对好吧，来吧，石头剪刀布。你啥受潮了？没有，这样练习。来，石头剪刀布。他都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都不知道开始了，他还在这等我呢。那没办法，知道的。规矩上你是。我跟你说，哥哥身体可不好。不能拿手的。真的吗？脑子本来就不好使。你可别把他弹。别把他弹。哎呀。好香啊。柱子下手挺黑呀，好香！哎呀，好玩，行，上班走。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哎，有没有卖书摊儿？啊，您这本书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不好意思，客官，此书乃是一位红颜知己相赠。借我一看。宝哥，这什么？宝哥不能这样，不碰你。宝哥，你不能这样。我没有，我们拿书。宝哥，你别摸人手，宝哥。请公子自重是吗？请您离我远一点。书中自有颜如玉。借。小女子不能把书。滚长山，滚长山，漂亮。宝哥，是吗？哇塞。汉书。孙子兵法，四书五经，太不好找了吧？这么多书，还是没用。怎么？哎呦，孟子，这箱子里会不会有？这箱子打不开呀、啊。哎呀，不知道那边找的怎么样了？那边应该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吧？那天我就在这儿喝花酒来着，就这儿。哟，没营业。是上次欠我们200文钱的那位先生吗？对啊。拿钱。没有。没钱。有钱。没钱。今儿还钱来了。哎呦，还钱了这。我就觉得。没有。呀！给了一文钱。谢谢丈夫。这都给我们弄坏了，这个给了一文钱。哎，你给了一文钱，你们这是拆家了是吗？别吵了，我真实身份，我是巡捕房的。我们这什么也没看。说巡捕房查案子。小先生，巡捕房，我们这良民嘛。来，把酒坛那儿打开。打开，我们怎么翻？哎，起脚，有起脚。来，别动。来，把酒坛那儿打开。打开，我们怎么翻？起脚，有起脚。来，别动。啊！哈哈哈！宝哥，你就是我吉祥物啊！汉书。
这什么书啊？没有啊，这草坪上也没有啊。小雷姐，哎，哦，太坏了，真是，哈哈哈！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啊，找到了！耶！看菜筐。宝哥，咱俩现在只特别像强盗。哎，汉叔，小东西，过来了。哎呦，再起来点。现在我们找汉叔的环节结束，请各位师兄拿好你们找到了汉叔回到你们的寝室。你们找到几本书了？干啥呀？你们要干啥？问你找到几本书了？嗯，不是，你们找了几本书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我们现在一会儿回书房了。成，保护我回书房。小成，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保护我。小成，也你能不能做好，就是不让他俩过来的这个能力？小成。小腾，哎，叔，拿住，拿住，拿住，抢回来！啊，快！大哥，起来了，跑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么没意思，这么太赖，太赖！哎，这是我们的。我站好了，站好了。你们把书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们怎么给其他书院的书生？我跟你说过，于小彤，书对于一个书生来讲的重要性。现在所有人把这些书包好。于小彤，过来。人的心，感谢。衣服成什么样子了？你连水衣都成这样了。你的衣服呢？伸手，伸手，我让你伸手，你不能打我了。伸手，我，你再打我，绝对把你的棍儿撅折。伸手，你再打我，绝对把。伸手，伸手，你再打我，绝对把你的棍儿。伸手，你再打我，我绝对把。伸手。干嘛呀？哎，好哥，好哥，你还有一点点书生的样子没有，于小彤？鲁莽啊，鲁莽啊！小彤，跟宝哥一组怎么能发出这样的脾气呢？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多鲁莽！搅得整个集市不得安宁。宋小宝，你过来，伸手。啊！伸手。把集市弄得鸡犬不宁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是不是你干的？是。呀！你能轻点吗？你打得太重了。闭嘴！我告诉你，啊，于小彤、宋小宝，书生要有书生的样子，像你们这样，你们的斋房肯定会被扣分。看不出来。把书包好，跟我走。好吧，包好了。包完了。包完了。嘿，哦，人呢？都藏水里了。东西不行，对你摆的讲究点。哦，你在这泡泡脚也行。可以啊，你先泡会儿呗。泡个屁事，还搓搓。哎呦，我说沈兄啊，哎，你泡泡，贼凉快。
贼凉快。我实在不忍目睹你这个作为。哎呀，那咋的？我也，你也不忍目睹啊？接下来你们有两个任务，一个是去为书生们做香皂，另外一个任务是去清理书生们洗澡用的澡堂。同时还要做香皂肯定是容易了，我去清一下澡堂吧。那我跟韩俊哥跟着去吧。对，跟哥哥做香皂去吧。我们仨做香皂，他自己擦太了。可以吗？等会见哥哥。再见再见再见。我们来做香皂。要不要我跟着沈哥吧。做香皂多高雅的事儿啊！澡堂吧，哎，走做香皂。单着一个人。咱洗池子去吧，我多干点吧，走。哎。我多干点吧，走。你走得太快了。各位书生，见过山长。见过山长。好啊，好啊。明镜山庄的庄主要到我们这儿来做客，今天我们要一起欢迎他们。欢迎欢迎。生台，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一切都好，托您福啊！明镜山庄山长好，顶着这烈日，啊，真是一路辛苦。我们呢，为你们准备了美酒，让我们一起到那儿去享用吧。好的，请。不是，你得放下。你是。我们是失算了，失算了啊！天哪，天哪！啊！这人洗的还是猪洗的？先把这些都扫出去，扫出去就好弄了。洗池子去吧，我多干点吧，走。我多干点吧，好。宋朝香皂制作方法啊，好了。当当当当当当当。好，准备。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了。啊，水开了啊。盖上，对，太聪明了，大哥，请坐。哎呀，各位书生，都落座吧。啊，水漫金山了，小溪潺潺，不然我们就。来一场曲水流觞吧，如何？好啊！曲水流觞是古代民间习俗，逢农历三月三，古人分坐在蜿蜒的溪流旁进行着祭祀活动。曲水流觞本来象征着酒杯中装流水，冲洗去除不吉利，其轮流饮酒作诗的形式为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。在我们做这个曲水流觞游戏之前呢，按照我们书院往来的规矩，先给您送上我们的礼物。这是为您准备的汉书。各位，我这里有三杯酒，我放入曲水之中，流水潺潺，杯子会随着流水往下漂流，到谁之处作诗一首，做不好的人要喝这盘中之酒。我先开一个头，皮肤黝黑，个儿不高。谁呀？此公名叫宋小宝，本该是个书仆命，当了书生
运气好。好，说我呢。来，第一位，请吧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剽窃之风不可以从古诗开始。明月，这不是你的诗，这是苏轼的诗。没错。来，赶紧让他继续走。请接下来这位兄台以池中青蛙为诗。腿粗腰肥下手黑，不得蚊子尽发威，有事儿没事儿把人打，气得书生脸发灰。你说的是宰长。我没有说你宰长。喝。那我喝了你就承认自己是青蛙了呗。可以。还有这样的事。干了。嗯，有礼数，加两分。这里面好湿啊，这个有点搬不动。出题吧，给他。旺财。狗狗狗。偶嘞偶嘞。我还是喝酒吧。真是好事啊。这样，把此题呢，交给下一位学长。旺财其实是条狗，东西南北到处走，中间有几天没见面，我甚是想念，好想亲他一口。好，好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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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希望小船儿往下走，快点走。来呀、啊，你出题啊。我出题。那你就夏天吧。宁静的夏天，知了躺在我身边，池塘的青蛙呱呱叫，夏天啊夏天。这个叫诗吗？哎，这个贵书院是这么教诗的吗？哎呀，啊，快快喝了吧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，继续往下，该我了。对，我就把站长这个题目抛给你吧。啊，好，山长。哈，山长，来到名山明日明月书院，到底是名山明日。山长甚是讨厌，不管我怎么表现，妈手板天天应验，好不好？树下月。算是一首打油诗，但你违规了，你不应该把两次往前推。哦，
哎呀，作诗我已经迫不及待了，这个环节我觉得太拖沓。虽然说我们住在西边，但我心中的诗像黄河一样已经泛滥。他太有才华了，快作诗吧。我的感觉我现在在小平台上被人划得很远了。还有洗衣，我今天来为舒冬洗衣服。孩子，接下来你先是清洗浴池，清洗浴池之后，然后要为舒冬洗衣服。要不我告诉你，我这轻易不生气，我一生气很难拉回来的。沈哥，你淡定，去看看衣服吧。嗯。肠子都悔青，坐肥皂去好了。我们先用这里边的这个，这是多少还有点滑，滑，捏捏捏捏看哪还有烂的，啊，有吗？啊，必须得加点油，要不然这个咱们是做不成的，还得加点水，我觉得，嗯，有点香皂的意思了。很粘的，这么打衣服能打得干净吗？你看这袜子，沈哥，这衣服不用洗衣液洗能洗得干净吗？那男生的上男生澡洗衣液呀。两块香皂，两块香皂制成了。哦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！那我自己整吧。你弄得了吗？哎，那你要非要整你就整，我也不拦着你。你歇会儿吧。真是好姑娘，哎，真替你将来的老公骄傲。你是想夸夸我，然后让我干得快一点，更有动力，对不对？那我，你对我来说，你天黑了把这晒完都行。我在哪儿坐着不是坐着？就以穿越为题作诗一首吧。穿越有点难啊，谁不行我来。来，我想到了这个什么，哎，王爱堂啊，夏天悄悄地过去，留下许多小秘密。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你把酒喝完了再来说吧。啊，他们坐不上来了，我可以坐吗？三长，来来，穿越是吧？啊，有个卫视叫四川，带我们穿越到今天，不押韵，不押韵，不懂啊！千万别说话，把嘴。川和天是在一个韵上的，叫四川，你影响我作诗的情怀。有个卫视叫四川，哎。八领我们穿越到今天，哎，四面八方我们来相聚，喝酒吃肉把言欢，好诗好诗。哎，到了漏了，到了，山长，山长，背后也有个圆月弯刀啊。山长，你后面还有个机器呢。哇。今天的诗我们做的意犹未尽，但是
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好，好，拜拜。下次请你喝酒、啊。别过，别过，兄台，下次见。拜拜。下次见。拜拜。蹴鞠一词在战国时代就出现了，早期的蹴鞠多用皮子做成，里面装满毛发，用于军队操练。唐代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，到了宋代，蹴鞠发展更加完善，出现了专业的组织与蹴鞠艺人，踢法比赛形式已和现代足球规则十分相似。蹴鞠啊，宋朝的文人非常会玩的。说到宋朝的文人会玩蹴鞠啊，得说苏轼。苏轼手下呀，有一位玩蹴鞠的高手，哎，后来呢，他就把自己这玩蹴鞠的高手呢，送给了段王。蹴鞠高手是谁呢？就叫高俅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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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者何人呢？来者蹴鞠高手。来，站过来。这你乃何人呢？我是这局城的城主，我是这里的私兵。私兵，发清楚啊！啊，蹴鞠讲究的是球不落地。来，不落地。进一个风流眼，风流眼，那个是风流眼，是不是？迎风流泪呗，就是风流眼。真棒，加油！不错，给他们打个风流眼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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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准了！哇！不得不鼓两下掌，不得不鼓两下掌，太牛了！行了，别那么大惊小怪的，还不大惊小怪，那都踢进去的。我突然觉得你的眼特别大，你的眼比风流眼还大。不是你怎么能踢？来来，快来，你踢，来来来来，你给我踢，你给我踢一个，来踢一个，你不是简单吗？怎么还急眼了呢？算了，小宝，怎么着？哎呀！哇，能踢这么歪，哇！对，只能这么望。哎呀，今天呢，我找他的师兄师弟，跟你们一起玩一次蹴鞠比赛。我们根本就捡不到球，别说往里踢了。给我们宽容一点，宽容可以，允许用手，不能用手。这蹴鞠的规矩乱了，那可不行了。但是呢，你们如果打进一个风流眼，我就跟你们算两成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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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你的兄弟们叫出来。怎么能是专业呢？他们，小宝，你这意思是叛变了是吧？宝哥，你绝对是南宋的梅西。开始发球。队员分成左军和右军，分列球门两边，在球不着地的前提下，将球穿过风流眼击得一分。鞠落地，用手触碰球，皆算作犯规。哇！哇！好！哇！哇！一比零！两分！牛！哦，真的吗？大结局！来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换发球。哎哎哎！
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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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点，你远点。我说他肯定要耍赖，他肯定要耍赖，他肯定要耍赖。哎呦！哎呦！哎，换发球。他直接这这换一个，换一个人踢，不能一个人。对，再换一个人吧。换一个人踢，不能你踢。哇塞！哇哇塞！哇塞，2-2，蹴鞠的规矩大家听好了，前边这个人是专门对付风流眼的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风流鬼。他哪叫风流鬼呀、啊？他叫无影腿，还防黄飞鸿呢，还。开始。穿越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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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换发球！来来来来来来！我也。得分，于晨队。3球，换发球，开始。这样子，小童，你抱着宝哥吗？是是是。试一下宝哥，你看看高度。骑我，你骑我上面。你试一下高度。快快快！你试一下高度。小心小心，小心扶一下旭文。看看高度！哇、哦，可以，对，我帮一下这里。哎，等会儿，机位，这点就是机位。机位。哎呀，只能有四个人啊！行，哎呀，1-3-0-7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走。小心！啊，那么沉呢？啊，小心！来，真的，往起浪，来，哎，哈哈哈！太丢人了！哎，你们进行了一次空前绝后的丢人了。首届穿越杯蹴鞠大赛到此结束。穿越杯，非常圆满。菊尘队通过他们勇猛和精湛的技艺，获得3球。穿越队通过你们赖皮无敌的战术获得2球，那么获胜的是我们丢丢啊，什么丢丢啊，丢丢啊，那么获胜的是我们菊尘队。哎，恭喜你们，掌声送给你们。比赛到此结束。耶、知道吗？哎呀，有一小脸那种赖，让我脸红。我没听懂。这场球踢的真是够丢人的啊！
瞎他妈指挥呀、啊！各位，刚才蹴鞠踢的辛不辛苦啊？哎呀，蹴鞠踢的发怵啊！哎呀，太丢人了，那蹴鞠踢的。我看你们现在满头大汗，接下来呢，想请大家体验一下宋代是如何洗澡的。洗澡。洗澡。中国古人比较重视沐浴的礼仪，《周礼》记载，每三日洗一次头，五日洗一次澡。到了宋代，城市商业发展，城市内外出现了大量的公共浴室，引得很多文人墨客光顾。苏轼曾在《如梦令》中描写洗澡这种雅趣：“清手清手，居士本来无垢。”大柱子走的时候送我两块香皂。小姐姐，你加油加油！你再说一下，你给我们刚才那个香皂到底是洗脚的呢，还是洗脸的呢？洗澡的。洗脚的。是洗脚的，是吧？洗脸、洗脚的。洗脸、洗脚。洗脚也可以啊，应该是。洗脚。是到底洗澡还是洗脚啊？洗脚、洗脚、洗脸都可以啊。再见。欢迎我的小号宝宝。欢迎欢迎欢迎你。欢迎你。这行做的啊。简直了，像鞋垫一样。我不知道这香皂怎么用，哎，试试吧。哇塞，臭的！太恶心了，怎么是臭的？在你们踢球之前呢，你们的书童已经为你们清扫好了澡堂子。哎，导演，导演，导演，我打断一下啊，我想调查一下，我们收拾之前是谁把那屋洗澡能洗成那样？现在请书生进去洗澡，当然了，书童要服侍你的书生。本人先给你们打个样。宝哥，你这样去洗、啊、还用打样吗、啊、哇，干啥呀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哇哇哇哇，不是没有更衣室啊，不是一个一个桶洗的，是大池子。哎，一天话太密。这个怎么洗啊？这个？哎，这太好了，我管不了那么许多了。这不热呀、啊？这大澡堂子。我要确认一下，这个水里有没有芥末？一股味儿。这个水根本没法洗啊！我们扫的可干净了。来吧，书生们，香皂给你们放在这儿啊。小宝迫不及待的就脱了。看宝哥，宝哥，你穿泳裤了吗？我上外面那三个裤衩子还不够吗？你先进去吧，小宝。你有泳裤，你怎么洗啊？宝哥，你先试试水温。哎，你这个就别脱了。你有没有他都不当回事儿，水一湿了之后呢？哎呀，小宝，你可真是太讲究了。宋小宝，你们哪来的房子？宝哥，我这衣服给你拿的救生圈。山北的山。水上芭蕾呢？是啊。宝哥，接香皂，接香皂。小宝，小宝，你还用香皂干啥呀？你就好像能把自己洗白了似的。不行，我们来干啥来了？赶紧给我下来！我不洗，我肯定不洗，太脏了。你为啥不洗？太脏了，没股味儿。我跟你说，小文怕他肚子上的赘肉让粉丝看见。你真不洗啊？我真不洗。真不洗，我洗。哎，对，我给你洗。我不怕，对不对？行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。我来给他分。哎，你看给他兴奋的，哎呀，小磊呀、啊，这
这水老脏了。书生洗，书童不能洗。他是书童，他不洗澡。听着导演说没有？书童不让洗。不让书童洗。没有想洗。我想洗，我都洗不了。他得看着。这样，我有个主意，我有个主意。哎，这裤子不脱。来，给小爷伺候着。我家小爷要下水。哎，对。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哎呀，就这么往里插。小宝，你这头发全油啊，上面。你别笑人家，你也是。我昨天。没洗，你昨天还没洗、啊。小童、啊，用用我这香皂，搓搓，我放了好多皂角在里边。不行啊！书童，我在。哎，来，看看我书童，多温馨啊，多体贴。这儿。还有一个手法太好了，是吗？嗯，知道拍戏之前是干啥的了吧？沈腾，那个我快，小可爱，来给我的书童捏捏后背。同是书童，我给你书童捏捏后背。你现在已经转让给我了，没那个。你俩干啥呢？你辛苦了啊！你得把你那个英雄包袱往下卸卸。卖萌其实是很多，就是广大的观众特别喜欢看到你的一个形象。你老天天那么英雄，老当英雄有意思吗？当了那么多年。杨旭文。脱衣服下去洗澡，这水太脏了，我肯定不洗。书童，把杨旭文衣服脱了，让他下去洗澡。滚！还有你，为什么不洗？下去洗澡，下去洗澡，有你说的。我让你帮他下去洗澡。又不是女人，有什么不能洗的？我让你好好洗，你黑成什么样了？哎呀，宝哥，他在这泡一年也泡不白。快点！Oh my God！ 赶快进来，快点！宝，站好！嘿，淑女一点。每个书童站到自家书生身后，站开点儿。侧平举，都站好了，闭嘴，别这么厉害了，啊，反正就是最后一天了嘛。我哥说吧，每次书生毕业之前，我们总是要宣布一下他们的分数。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开始搞的这个太学三社法，每个月。外社、内社、上社都要考试。太学分为外社、内社、上社三等，学生通过考试积分制进行升级。上社的学生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出来做官。这种积分晋级制度本来是可以用到书院，但是因为他那个改的时间太短，人书院还没有来得及接受，他就下去了。
我就宣布一下吧。我不会不及格吧？你们初入书院的时候，每个人都给了你们十分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那我希望你们的分数会更好。好紧张啊！你又没分数。京艺斋，我们吧。京艺斋，我们吧。11分，一分也是可以的。对，没扣分。扣分。对。耶耶耶！来来来来。你们两个。在书院学习这么长时间，一共才得了1分，还值得你这样兴高采烈、手舞足蹈吗？那是得负分都手舞足蹈的。不知廉耻为何物，拿着下流当饭吃。你说我？你说谁呢？说得好。看看下一个。我好紧张啊！下一个斋是什么斋啊？智选斋。智士斋，还超市斋呢？不是，智士斋。你看，智士斋分数就要高一点啊啊！啊，2分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那那10分哪儿去了呢？哦，还在扣分的呢。也就是说，你们那10分还被扣了8分。我们迅速怎么就剩2分了呢？那少写个10吧。有加分也有扣分，但是你加分加的没有扣分扣的多。宋小宝曲水流觞的时候，表现很好，他为团队做了贡献，加了5分。扣在哪儿呢？扣在哪儿了呢？你告诉我一下吧。你比如说，于晓彤，第一天扔书，回答不上问题。该你啦，晓彤。给丫鬟夹菜，最严重的就是你到夜店去饮花酒事件。姑娘，上场吧。哎呀！呵呵我喝花酒，他不是全喝花酒扣的，喝花酒绝对扣的。你属于好争无恒，对，你从开始进这书院，你的嘴就没停过。这哪找去？那么厚一本，本来这破帽子勒他妈就脑子疼。老师，我疼死了！妈呀！我一刻要做全身一模一样的踢一宿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们都太不要脸了。等一会儿，我练过，我今天腰不好，你别动，裤子也要脱。我脱。解吗？哎呀！于晓彤一共被扣了13分。你们组他拖油瓶儿，就是说于晓彤本人就负了3分，我要悬梁，赐我一根绳子吧。不是也有点奖学金什么的，奖学金是有的，但是像您这个分数，应该是拿不到奖学金。我们至少是正分数，1分也叫正分吗？你那个那也是1分啊。在京艺斋里边，其实也是因为杨旭文被扣了6分。啊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比如说在课堂上回答不出问题。顺发于拳头之中。什么意思？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，甚至还作弊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下次还敢吗？没撩起来呢。哎，而且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书童沈腾。这啊，对，这个主要就是他，主要就是你。山长，你要做个主播，你可不拉了，沈腾啊，给你们洗衣服、收拾屋子。沈腾实在是太多罪状了，是吧？
就是有坐的地方他绝对不站着，有睡着的地方他绝对不坐着。他们好吃懒做。I see trees of green, 贪财好色。Red roses too, 还偷东西。I see them blue, for me and you, and I think to myself,What a wonderful world. What a wonderful world. 所以说呢，你就别冤枉别委屈了，以后再找书童的时候自个儿长点眼，长点眼。得了，我们呢分数高的呢，不是你们就可以准备离开书院，分数不高的留在书院继续学习。我现在发现一位女生。我现在发现一位女生。啊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一位女生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意思？这书院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乱七八糟事都出来啊？书院一大忌，不能进女眷。带走。念个规矩，娘里娘气，是小姑娘吗？书院不也挺有女生吗？书院不也挺有女生吗？什么头发呀？小雷，告诉他你这是假发来。假发，告诉他你这不是卖蒙汗药的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说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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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王宇，老爷让你带我出来是读书。这个书院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儿呢？对，老爷，我知道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来，把他帽子给我摘了，我看看。摘了，摘了。哎，让他们三个都上前头来。哎，上。哎呀，三菜，你是个女的吗？我是个女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都是好演员。女人进书院，不是说我这山长不愿意让你们进来，这是规矩。你们进来，犯了大忌。让这三个女人，赶紧退下。退下，走吧，走。山长。赶紧走吧。你们三位也都退下吧，留下宋小宝和于晓彤，走，随我到学府里继续读书。哎，走了，走吧，退下吧，再见了，老师。太闹，好自为之。太闹，太闹。就让我们出去。出去哪儿啊？那是个马，那上面怎么有个人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信件，快！信件。什么信件呀？怎么了？这哥们不是拍完了吗？怎么还喂？还有啊？这个这期录完了，今天还挺不舍的，就要毕业了。中国文化真的是很博大精深。论语里面不是有句话吗？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这时间真的太宝贵了。这次最遗憾的事情就是没有好好学习，然后没有尊师重道，挺遗憾的。其实我应该改变一下自己。
当我自己真的身为一个书童的时候，其实我每天都特别渴望着说，哎，我们接下来会不会能够稍微的在课堂边能够听听他们上课。其实呢，无论是艺术也好，什么也好，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无论是小朋友也好，大学生也好，总之吧，正在上学的人一定要珍惜你们现在每一天时光。真的将来有一天你会知道上学学来的东西有多么重要。女人进书院你们也没有人说，他居然他没发现，他没事，居然他没发现，对，应该打他，打打揍他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是你们的兄长，你马上就是熊掌了，乡长大人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还不能对自己人这么轻啊！你退一下，你不要在这碍山长的眼，这是书院的规矩。你过来，还有两，还有两边子的，还没打完呢。你头发也不短呐。哎呀，山长，不能交到你们手里，交到你们手里，他会成肉饼子。你一个女的，你出去，走开，不要在这说。哎，我是书院，我实在看不下去。这个手都出汗了，这个手都出。老哥拍手，快起！你干啥呢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对这些人，我简直我这彻底了，我都服他们了。再两边子，还有两边子，手的特写，大哥。打！耶！报仇了，真的是心花怒放。玩够了没有？玩够了没有？我不想再等待。过来。来，还有讲讲讲讲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天天在看热闹？这为什么混到书院？看到了吗？有多少人？看看他们，看看他们天天有多少人？这折磨我们，哪人？就是这些人，他们天天折磨我们。怎么了？让我们透不过气来。小心有陷阱！我们的驿站就快到了。不，宋小宝，这儿了，这儿了！哎呀，不要跑！水，这娘这么重！呀！啊！真快呀！见过宜城大人，见过宜城大人，见过宜城大人。大人好，在知道。别过来！大人折了屁股又丢湿气疯了。